茶杯头，最后的美食，记上一期的五指轮战演示。今天为大家演示65秒通关专家难度的巨人格伦斯通，并获得 S 评价。大家好，我是阿任。开场一发蓄力弹接散弹，边回避边格挡接蓄力大，继续回避和格挡，后退时蓄力不浪费空挡时间，躲避鸟群，边蓄力边躲矮人，发射后继续散弹攻击，直到进入第二阶段。先蓄力，一发还不够必杀技，再补一发后蓄力接必杀技，接着持续散弹攻击，击败后格挡，持续往右下蓄力瞄准，进入第三阶段。一进画面发射接散弹大，散弹追着跑，边躲避边放大，继续追，到左边开路，蓄力切慢了，起跳切散弹大，格挡散弹大没中，继续追着打就能结束这回合。通关时间1分05秒，评价 S。